今天也是在臭美的一天呢，顺便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吧。最近市场反响也不错。瞧瞧他这咬牙切齿的样子，但问题不大。最重要的是要先加翘翘，不加的话睫毛膏刷再多睫毛看起来也不好看，但由于这鱼睫毛太少了，先刷个睫毛打底给你们看看有多翘。怎么样，这么又翘又多的睫毛可不是谁都有的。哎呀，真讨厌，蓝小烤鱼的睫毛明明有那么长，明明那么长，为什么非要是小烤鱼没有睫毛呢？哎呀，这么翘的睫毛可不是谁都有的，就是只有小烤鱼这种可爱亮闪鲜美的鱼才会有哦，一般人他是没有的，是不是羡慕小烤鱼所以才这么说的呀？哎呀，我不懂，睁大你们的眼睛好好看看烤鱼的睫毛是不是又翘又长。